接下来去。方便吗？那他们进我们野区了，感觉可以打，不用跑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他没放眼。 他好像没有下马，你有 Q 吗？哦，你确定？这场个你闪现 Q 到我们都能，他没带电话。 坏了，小鸟有一只没刷。没有出，我闪了个火。我要去他们那个红 buff 找那个猴子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推线，也可以越，可以看他们 AD 没闪的。 AD 没闪，虚弱，不演了。 我差一个经验到6，不要到3级，这应该有经验吧？这怎么越啊？我贴跳吗？没搂吗？哎，完了，出了个一。是，我去他们红看一下。啊，差一下。他没打，然后没闪。我只在石头人。他们往那里靠了。A 个兵，A 个兵。A 了，A 了，A 了。 我们再看，我死了，小心猴子没闪。好，完。猴子在这没闪。他们下路也没进，打完了。我的头，这头没困住，他用一挡了我第一个一，第一个那个我靠。 松松，你可以过来帮我推波线。看这个吗？猴子打这个，打完了。他往上走了。我这波是回推线，他没闪。猴子也没闪，可以来我这蹲到猴子。哎，这里我可以靠。你小心啊，你小心。辛德拉可以过去。猴子没闪的。OK， 还有闪吗？你觉得不能追了，救命啊！他又闪，减速了，减速了，减速了。我就不追了，我推线，我推线，我推线。我来了。哎，你可以来上，可以来上。算了，不要来了。我来不了，我来不了，我要回家。他没一 W， 我10秒1，没闪。我这么硬，还行，感觉能杀。 被反杀吗？上吧。能用到吗 ？W 好了，我操。没事，他没 T。他这个线很难受。我进的蛮好，3秒。对啊，要被这个猫破个麻的感觉。他、哎、遇不到我。你是小炮啊，你找个机会。小心。算了，不跟他操作了，我觉得要走。走。 在哪？他们那个，他们六的猴子应该在下来。一把，猴子可能到我们下野区。你还多个闪的，他们没闪的。我操！你也没 T 了吗？嗯，都没 T， 他可能要越你啊！你要是辛德拉没闪。 他的位置看不到，猴子他去打，他们在打小龙去了。我有大招可以跟。我以为你有 T 的，我操！没有，我第一波死了，跟他换了T。我能 Q 到就可以秒。我逼了，我逼了。猴子刚刚下路打完龙。
哎，坏，点特了，帮你吃一个吧。等一下，看能不能。有眼有眼。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 AD 闪现还差一点，我看能不能闪现好了。我看能不能闪现打一下。我会在吗？会，感觉会。现在再往上靠啊！不是齐拉了，现在再往哦，现在再往上靠。嗯，OK， 我走。没有，那中。 这猴子不在的话，我们就难打。他在的话打不了。他们下路敌了，好像。给他先去走。我提前过来先锋了。这边下路可能先到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 可能到这了，如果到了的话，猫都波是跟猴的。对，我们下路没了。哎，他们放了，他们放了，怎么说？我靠一下吧，你回去吧。然后不见。哎，他们没放，他们在打。在打，在打。过来看一下嘛。我们下路能到的。这个，我们下路能到，他们下路还在十度疼的。他们新的拉没闪，新的拉没闪。可以拖一下，感觉可以拖，可以拖。没有W，打不了，他们上。对，打不了，他们新的拉打不了，他们新的拉过不来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可以杀。 OK，来死来死来死！我们直接推一条路吧。我们直接去上路推完吧，5TP吧。嗯，推吧。这下路推能守吗？万豪不有踢的吗？他没踢，他没踢，四十秒。没事，我可以慢慢推，我可以慢慢推，你不用帮我推的。吃不完吧？吃完我有一。你吐出来的东西很吓人的。先。 确定，下路技能是全的。OK OK， 上也没大招，我就守塔。他们再推我们，好像可以逼二塔。逼逼逼逼逼逼！啊，辛德拉逼了，他没有 TP 啊，辛德拉逼了，他没有 TP。 我们可以逼二塔，五去别死。没死没。 我逼了，他们那个下路没技能，双招都没了，猫咪。好像我们这波他可能超哥能看不，超哥能看不。我看不了，我看不了，我看不了。现在拉逼了，他没有TP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了，得走，得走，得走。我差一次，不能。我守塔，我守塔，我守塔。现在没踢了，好像我看他走路过来的吗？还是踢过来的？现在走路，走路，他TP 下波他就有踢了啊！这波小龙团我们能看吗？这小龙要看，小龙黑的，不过还没14分钟，我先上去了。武器先带嘛。我跳到砸到，应该我们可以直接现杀的。我排波演过了，这个危险啊！ 同心协力，瑞哥。保持在重任打对线图就好打一点。我靠！得留着，我觉得。用这个一直 A 他就好了。哎，可以看吗？辛德拉有闪吗？有闪，有闪。 可以打他一套，他们 AD 在这里，猴子在你脸上，猴子在你脸上，他们下路过去了。啊，辛德拉往你那靠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吗？大大大，没有大，有大有。我这儿居然不出来吗？我一直在啊。他没什么血量的。我这波是不是应该咬你们过来帮我一起啊？就逼了。我在靠，我在靠，我在靠，我在故意的。 哎，我想直接干了。可以干啊。有W，完，太晚了。
血太少了，刚刚那波没避的话，我跳脸他们要死，他走，草里有眼的，对啊，小龙啊，家人们，我逼了，踢出来，他没闪了，金德拉这波没大，他们闪了，脖子没大，脖子没大，他们下路还要拆，能踢下吗？ 踢下吧，我在踢中。往后没闪。那辅助，直接过来打吧。可以靠，直接打吧，没事的，这波可以直接打的。他们辛德拉没大的这波。下路没技能这波，我们可以控野区了。进他们中路，来中路。辛德拉没闪对吧？给我加速，给我加速。 一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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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人，三人，他AD，没血了，太快了，嗯，nice，他们也开始，他们也开始动，我也在动，来，他们上半区辅助，把这个人也排了，然后没大，没闪，看我下，能给个盾吗？nice，死不掉，死不掉，怎么打起来了？能看吗？好吗？ 啊，没大没闪，先把猫咪杀了吧，我觉得。猫咪没有人能上。OK， 六。哎，给他也还行。走了。我操，这么愚蠢的吗？希德拉还有技能吗？ 辛德拉有了，都有技能，什么技能都有，他兄弟，就是没有 TP 啊。守中塔大哥，守中塔，中塔。你们全逼了吗？我刚刚残血了，只能逼了。没，就吃两层，还好。他们那这个先锋要拿了呗，意思就是。他们辛德拉去下了，那我们这波可以看，看先锋去。先锋，AD 还有。辛德拉在送啊。猴子在我这儿。OK。 感觉这辛德拉在送，说实话。你可以抓他吗？这能看吗？哎，抓个猴子。不是要看先锋吗？猫咪没大，猫咪没大。我在看。啊？哎，他没意思，被我打中了。推中，推中。别杀，小心辛德拉，家族辛德拉在这。 走了，我去拿先锋了。被打退。那我去炸路推塔了。可以跳他，可以。A他，可以。看先锋吗？我没血了，别推了。先锋出来打，先锋出来打，不要一个人打。不要推了。嗯，走了。这波已经拿的够多了，我逼了神话装。 感觉好迷啊，玩的。对面也挺迷的，说实话，跟我们差不多。等你们大招好了再打吧。你练塔的大吧，这清绝的大好。晚豪也要逼的，我30秒踢，我先带下。小心龙蜥。他们猫突出的。这个破格真顶不住啊，一个 Q 半血的。不然我得多赢血。 我动了，我准备动了，我大招快好。等我们东线推了，一起再动嘛。啊，武器小心，他们可能会包下去，我觉得。嗯，他们去下路，我刷野区，我刷野区。这边不要，去刷自己，去守下野区，超哥，守一下下野区。不守，我们把先锋打了，直接去推上吧，怎么样？对啊，我觉得可以推上。推上吧，推上。啊？你推上，武器在下，他们打不了，他们打不了。没问题，他们上视野很黑。 他闪还没好，他闪还没好。现在过来两代吧。放不了了，推塔。放个先锋，直接推了吧。推高。我们直接上高地。武器吧，我们下去。也行。猴子在吃，我抢不过他。我操！他们现在可能闭了，现在可能闭了。你推完就走吧。走吧。我感觉这上不用花钱，直接感觉。好像直接推都推完了。 放了就放了。刚刚也没有兵线啊。有个猴。猴子在这里面。
这里就带兵线，看吗？看吗？ 不看吧，真的，你们进的那猴子，进的那猴子，不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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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弹弓要被破，一直破开。小心要开，他们想开，他们想开。我在看你，我在看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中塔位置被卡了呀。没有，我先消耗一下，不急。你推不了的，他们要卡小。先推中线，没事。 等武器，等武器啊！我们得有人在这里，往往前。不用，先把线推了，先来中，把线推了。他们开，看猴子，看猴子，看猴子死了，看脸上，看脸上，看看看。万豪，看万豪，万豪没闪，万豪没闪，万豪死了。这里吗？断了，算了，小龙。 小龙算了，他没地没。哎，好，你来杀吧 ，OK， 那我去下了，你自己打。OK。哎，这波我差点出事了，妈的，对面直接开了。没事，我这个反动很厉害。我猴子他跟的比较慢，是的，他们后面他瞬间闪现，他队友跟不上的。 哎，不对，他们有 TP 啊，我也走了。完，我没闪。我觉得我们得看正面，得看那个，不然他每次他硬开我们，如果打野跟辅助不在德拉斯这里，他要死。OK。 让我们可以吃边路，你德拉斯站住。我们等支援就行。我们等支援就行，我觉得。他们刚才不是闪现开的你？对啊，猴子没闪，猴子没闪了。那你们把视野铺好的话，他们开的。中线谁吃啊？豪哥吃啊。啊，我可以来。谁都能吃。万豪能看吗？没闪的。 我看不了，别急，看不到其他人。你去带一下，我们就这样子发育等支援吧。对 ，nice， 你带下吧。大龙要刷新了，带线还挺安全的。他不是有 T 吗？他有 T 的，因为线进去了，你们就铺这边视野就好了。我还有 T。OK， 好 ，OK。 看到人就 poke 就好了，不要莽太前。是的。 他们现在没人吃线，我在带。他们冲第一波辅助开个大就好了，知道吧？他们很想开，开不起来，我就继续去带上了。是的，你带吧，没事。听到拉野在中的，小心啊！他们想开，我在带中，哦，在带下。我们不带，我们不开，别死就行。守得住吗？他们推不上来的。他们要怨塔了，他们推着上来啊。 能开吗？这波？后边，我听后边他们的。开个大，一盾猴子了，一盾猴子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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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冷波，全是残血，全是残血啊！他们这样会送。大龙，大龙。他们没法开我们的呀，我有大招和千珏，有大龙。这波他们塔前线我清慢了，他们集五人之力把我干死了。他们这样很急，因为他们没吃线。